进车七百乘，闲饮央伴，晋侯登有身之具以观师，曰：少长有礼，岂可用也？遂伐其墓，以益其兵。己巳，晋师陈于身北，虚臣以夏军之左当陈蔡，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，曰：今日必无尽矣。子西将左，子上将右，虚臣猛马以虎皮，先犯陈蔡，陈蔡奔出右之溃，胡毛设二配而退之，栾枝使榆叶台而北遁，楚师持之。元稹、西真以中军弓卒横击之，胡毛、胡焉以上军夹攻子细，楚左师溃，楚师败绩。晋师三日管谷，作王宫于建土，现楚服于王，四界百胜，无兵器。王令尹氏及王子虎、内侍舒兴夫，策令晋侯为侯伯，晋侯三辞，受册已出。